声的啾啾你哦，晚安。谢文森戳戳你，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，安安，我刚吃了提拉米苏，快噎死了。谢谢法兰森的啾啾你。今天有睡十二小时，今天应该有睡很久，今天睡蛮久，今天有超过十二小时。吃完锁喉了吗？我觉得不是锁喉的问题，是那个上面的巧克力粉太厚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是我吃法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就可能有吸到，然后就那个粉就是。很困扰。晚安。鼻子也会进粉，就是很厚哎，比想象中的。应该大家都会吧。不知道放什么。就一直卡卡，可是我刚刚有喝。有好一点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呼吸道都是那个粉，巧克力粉。太想吃卡，直播不讲话。谢坑坑的，别说了，吻你。只喝了一口，没有啊，这个是刚刚开的，是刚开的。上次那个人有喝掉。谢谢啾啾你哦，台湾几天喝完？五天差不多吧。绿色跟红色比较爱奶，可能还是红色吧。
鼻塞的感觉，鼻塞的感觉，感受到我的睡意。但我真的今天睡蛮久，睡到四点。睡了很久，但我应该一两点，差不多两点前睡，所以我睡了14小时。不然昨天睡觉前的时候就有一颗痘痘快要长出来，然后就擦了痘痘药，然后就去睡觉，反正睡了很久，所以它没有长出来。多睡两个小时会累吗？不会。睡觉把豆豆睡好，对呀、啊，至少它没有长出来，很大颗。它长痘痘是胃有问题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最近吃很多炸的。很容易长，就是吃很多很多炸的、火气重，吃辣的好像也会太油太辣。痘痘还是可以预防的。很多显示器。我妈上来有买了鲜蔬菜，谢谢贵族选票。吃饭马上吃凉性食物，我是不知道有没有效，感觉就没有什么效。我现在吃了水饺，眼皮肿肿，眼皮没有肿肿，就是他看心情，还是很厚。眼皮也刚醒，真的，我双眼皮每天都长得不一样，我自己也不晓得，他每天都长得不太一样。就是很重很重的双眼皮，
而且我很常就是两边不一样，但今天蛮像，比较常是这一边比较薄。今天很平均，对。香水吗？香水刚拿到而已，很久，等了一个月，一个月还是两个月，一个月多。前面骑士风，我点了一个什么平成四年的动漫曲 Medley， 是海贼王，有没有配方可以透露？他没有写吗？影片没有配方吗？跟亚米一样的感觉，差不多一样的感觉。你要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记得那个网站上面他们好像有个官网，我们还要把那个登录进去。我们还要把它上传到官网，他们有一个网站，他可以去找看看，但就是很久以前做的，应该是要找看看。谢谢金柚子戳戳你，谢谢金柚子戳戳你。取名摊就是很会乱取，换钱的感觉，好像是哦。过年前吧，生日前吧，生日前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动漫歌太经典，很经典，至少他刚刚放的我都有听过。关对呀、啊，卡住。没抢到手牵手，没事啦。以后记得呢，期待。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。
买机票，飞了啦，飞了啦。我的比较正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那个很难哎、欸，你一直变成桌上的一朵，好像是李梦辰最后改的吧？衣服我不知道，你为什么问我？一阵沉默，沉默起来。没抢到票，心情不好。没有话题，心情不好。进阶的巨人没有，香水的部分握手会有，不会。我就喜欢用我的骨气，不太会换香水。お久しぶり。天人皮好惨，不用说了，你就是想去看皮啊。
看怎么样也是选 T。 嗯，看第一个是陷阱。一定买 T 的吧，在这边确实只能这样讲。特别台，对，特别台，特别台就不管你了。看起来快睡着，因为没有可以聊天的事情。买醉，这人很久没有出现，消失在日本。假日做准备，那这礼拜是不是可以不用开直播？大家先把话题留到假日。先写起来，大家如果想聊的，先写起来。没事，大家握手会没有话讲，我也不会讲，我也不会讲话。直播是那么安静的，是，除非你去看别人的直播，这里就是很安静。礼物还没有看到，所以也没有话题，还没有进公司。我已经想到你们会问我，还没有看到。开一小时可以下班。
出一张，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检查了没，还没去就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嗯，可以多久不讲话？一整天。礼物的事还是可以讲啊，鸡同鸭讲。嗯，可以形容一下送了什么东西。形容一下什么什么，嗯，对，用形容的可以形容很久，因为很难听得懂。想想都，送那么抽象的东西，可能他们不想直接讲出来，这么拐弯抹角。是充电周边好像不是很需要。嗯，是充电周边可以，你们可以留着。今天跟你前没有在跳，嗯，圣诞周边比较好，其他的没关系，不用送我。庆功宴就来了就知道。
业配了也没票，对，卖不出去的时候才需要业配。配对 VIP， 谢吉米周的啾啾你哦。空邦娃，空邦娃，现在问都太早了，还有一个礼拜。现在问一问三不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都还没开始，对，还没有开始。铁金毛啾啾你哦。打哈欠，日常日常。平成四年，我是不知道平成四年到底是什么时候。是平成四年，他可能只是放进去歌单。问到什么问题才算辛辣？也不用辛辣，就是值得回答的问题。
很多问题都不需要回答，你们就知道答案了吧。ダンス曲かな。楽しみですね。废话的问题。现在的问题都被解构掉，没有，我们看过那个回答。里面的那个就是都很沉重，他的问题都不怎么开，不怎么好玩，不好玩的问题。不想当偶像的话，想当什么这样子？就是很无聊。嗯。问题每次 Q&A 都会有，每次都会有。对啊，大家 Q&A 都不知道要问什么，所以 Q&A 真的是不怎么好，不怎么好开耶。あるかな。ある。Q&A 给新版看。嗯，好哦。嗯。选择题比较有趣，选择题比较简单嘛，选择题要找题目比较简单嘛。选择题也很成功，哎，我还是他之类的，会是谁呢？谢谢科技语的啾啾你哦。
以为的，嗯，大家只有那个问题，残酷二选一的标准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范例？标准范例。标准中的标准，抱成原料，可以抱什么料？你示范一下，你示范一下，你现在示范，看有没有办法有话题，结果还是没有。诚实性起，那个电击器。感觉就很不准啊。成员间的怪癖。蔡恩很喜欢吸他的手肘，我觉得是很奇怪的怪癖。最常被误解什么事？好像没有，有吗？他是喜欢闻，对，他是喜欢闻，吸得很上瘾。谁最胆小？哪种什么样叫做胆小？误解才18岁算吗？不算。误解哦。林一很宠粉是个误解，我只宠你粉。看人宠。谢谢你最闪亮。
仙女饭掉的饭菜，很棒，很正向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。天天开始会去没有？泰国变女粉，看你有没有瞒骗得过我。他们做女粉都很开心。感受出男生的手，当然。团结还成本吗？哇，我怎么画成这样？又不用化妆。还是会画，虽然还是会画。没有过女生，好难过。买单曲就可以握到女生的手。那么仔细一定不是为了直播，你非常懂我，非常懂我。当我刷眼睫毛就是很奇怪。谢谢小林的爱的熊抱。想去我的破手，我想看成员都有握的人。去做一个那个排名，我想要看谁的手是最难握的。谁是全握啊？谁会全握啊？谁会全握啊？还要排名，能有三十几种形容也是很强。对啊，感觉不很有趣啊，看起来应该要用排一个排名。
最喜欢看排名。说人有点恶心吧？你怎么可以说别人恶心？自己也说不定很恶心，不要说别人，不要说别人。喝完就忘了。求生欲高。也是一人爱的熊抱，排名就存在个人喜好。对啊，只是手的排名而已，哪里恶心？你排胸部的，我就觉得比较恶心。手还比较健康，手比较健康。握完就忘了，握完了说不定是，说不定是他的话题让你分散了注意。我这边就是没什么话题，所以你只能注意在你的手上。其实排什么什么的就不说了，可能你们私底下有排吧。谢谢吉米豆的啾啾礼物，小三美玲才能排吧，他应该有排过吧。缺乏数据，你们都用眼睛观察。目测一直用眼睛吗？对啊，你们如果不是用眼睛的话，我会监督你。会消失，就不在这了。你用小三美玲的排名。下次就不用来了。留言区会直接检举。当场剁手。留言有录影，他在威胁你们，他在威胁你们。最近还打开 Switch， 我刚刚说了没有，大概过年到现在还没有打开过。虽然我知道有人送我 Switch， 游戏，但毕竟我还没拿到。Switch 真的，我觉得它不是适合一个人玩。是那个一还是一样卡？什么东西一样卡？你说关卡吗？那个已经叫别人帮我过了。生日礼物拿了还没？刚刚在讲，没有在听哦。野车剧的啾啾礼物，握手会前应该拿不到生日。但是握手会前还是会进公司啊，只是
也没有检查完就不知道。超带打，对，是吗？是带打。我上次是卡在哪一关？哦，对啊，跳的那一关。拉瑞太慢，拉瑞太慢了，我自己检查好了。还有出借的衣服要整理，会不会没有到当天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？那就没有检查的意义。有啊，我自己会检查。这个很危险，不行。这礼物好危险，不行。我检查可能会比较安全。旁边放的是吧？我检查很快吧。跟热情还是安静的人相处，当然是安静的人啊。不要的就说这个危险，先开水。分成实用跟不实用，不实用就先不带，先不拿。娃娃跟扭蛋先不拿，盲盒也先不拿。跟飞翔相比，公司的碎纸机是交叉的还是一整条？交叉的，只能碎纸，不能碎礼物。盲盒说不定是好的，盲盒就是扭蛋的放大版，就是更麻烦。碎礼物也太凶了，没有碎礼物的，要买好一点的碎纸机。碎礼物要用垃圾车。完蛋了吧，完蛋了吧，因为真的没地方放。先请因为垃圾桶上面写不要的礼物，压迫垃圾袋的声音跟毛毛虫。为什么要毛毛虫？你怕你在里面吗？怕你被丢在里面，好残酷啊！你想象两个月的礼物堆在公司，有时候东西就是要取舍，不然那个家里就会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。
加害者也是受害者，加害者还可以当受害者，他应该还是有不想要的，还是有吧。假设是真的算了，就是送扭蛋那种，就算了，那种嘛，反正就是，毕竟说喜欢史努比的人是我，你送就是也是蛮正常。但真的是偶尔会收到一些很问号的东西。嗯，但你觉得那个声音很猛，就是会怀疑，会怀疑这东西真的是送我。嗯，公平被害者是受到史迪奇。我虽然喜欢史努比，但我还是很吃就是好看的史努比，可爱的史努比还是比较好。搞不好也有吹地混在里面，我就是会很问号，就是会很问号。比如说会送一个我根本没有在关注的那种角色。的周边这样子，超不需要，超不需要。难怪人家觉得史努比这么可爱，我就很吃可爱的史努比，就是，尤其是那种公仔，我真的是觉得史努比的公仔没有到多可爱，但还是有例外的，有时候还是有可爱的史努比，但是真的很少。要日本话，要日本话。就跟三丽鸥也是有可爱的三丽鸥跟就是不怎么可爱的三丽鸥。这边看都很棒，而且这种盲盒就是会出现那种，虽然它是史努比，但是因为是盲盒嘛，所以可能会出现我根本不认识的角色。毕竟我没有看史努比，我就只是喜欢史努比，其他角色我真的是谁我都不知道。JRPK 应该不会被嫌弃 ，JRPK 很可爱 ，JRPK 他没有，他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在刮那个毛球，可能有听到那个在刮的声音吗？我反而不知道这种。拖鞋到底要怎么洗、欸？就是好像应该可以洗，但又好像不能洗，我很困难。把上面的毛球刮掉。嗯。这样就放心。我真的很多史努比的东西，这好像是也是送的，忘记了。应该是哦，我们应该不是我买的。盲盒不是一盒都全部都有，不是哎、欸，盲盒就是它会一盒，然后可能它这个系列有七款这样子，然后你买一盒就是里面会有其中一款，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款这样子。该换一下喜欢的东西。我不像陈思雅，陈思雅每年都换一个。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在换喜欢的角色？说这样才不会一直收到一样的礼物。这花心的家伙，超善变，他可能还在。某个地方，然后他就会突然换成另外一个，所以他是真的喜欢。我记得他曾经说他喜欢伊布，然后到某一次之后，他就又没有喜欢伊布，就是不懂他的，他的爱好好奇怪。他就是到了一个时段，他就会换一个角色。就是他那一个时期会特别喜欢。
过了他就还好，过了就还好。那个时期他会觉得哦，这个好可爱啊。你说他不是很喜欢那个什么？他后来又喜欢接力鼠，然后他不是喜欢那个电影的那个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一个角色，小。很像，长得很像树人的，那叫什么？他很喜欢那个蜘蛛人，不是蜘蛛人，小小只，也会变大。对，他后来又突然又很喜欢那个角色，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喜欢。突然喜欢杰里鼠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就是很突然，说换就换。现在大概没有喜欢。我就是没有什么喜好，所以有点难送。或是我有喜好的东西又不能送，毕竟很多东西不能送。很专业，我其实蛮专业。我其实一开始有因为渡边麻友所以喜欢布丁狗狗，但到后面我就有点没兴趣那个布丁狗。不知道哎，就是本来还有一种那种偶像的加成，因为我的偶像喜欢，所以我多少有一点对他有好感，但到后面我就腻了。就是你的布丁狗，就是还好，他以后就送给布丁就好。不是真心，就交给他。终究还是厌倦，终究还是找不到喜欢他的点，喜欢布丁狗的点，不知道哎。现在还有大耳狗，我通常我不是喜欢大耳狗本身，我就是觉得它的周边就是蛮好。可能是我喜欢白白蓝蓝那种淡淡的颜色，那个颜色就是很可爱啊，就是蛮可爱的。但我完全不知道它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我就只是觉得它的周边都蛮可爱的。周边加持，你知道的时候很震撼。那如果是公的，我就觉得还好。如果你跟我讲美乐蒂是公的，我会吓到。还好他应该不是。美乐蒂是公的，会吓死吧，粉红色的，然后是公的，会吓死。Kiki
拉拉都是男的，这样，奇奇拉拉不能都是男的，那个一个怎么看都是女的。喜欢他的会有阴影。可以是粉红色，也是、啊。还好你是喜欢米菲兔，米菲兔，米菲兔其实也蛮可爱的。可是他的周边有时候 get 不到这样子，应该是他的配色就有点没有很喜欢。他如果就是黑白，就是蛮可爱的，还是我喜欢黑白的东西。黑白看起来就蛮可爱，他只要一有就是颜色，我就会觉得还好。嗯，你的奇卡哇有好感吗？奇卡哇好像最近也蛮红的吧，奇卡哇是也蛮可爱的、啊、红斑田。我觉得日本的那种 character 都很会做周边，就是很就是会很可爱的。我觉得很会做周边就会那个角色就会变得很可爱。周边就是很怂，就是那个角色就看起来怂怂的，就觉得丑丑。嗯，菲利克斯猫，菲利克斯克斯猫是什么？它是角色吗？它是一个角色吗？你有预约他也不给你进限定店。奇卡哇。可是 Kitty 这么周边那么多，我就 Kitty 周边我没有喜欢 Kitty 啊。你想跟我讲 Kitty 是黑白的吗？他不是黑白的。美乐蒂都在欺负库洛米，想不到吧？周边做很好的人家，对。嗯，不喜欢。我不喜欢他，他看起来没有很可爱。他看起来没有很可爱。真的有那个刮毛球声？对，我刚刚认真在刮那个毛球。可爱的就是可爱的，没有可爱的元素，没有，完全。蓝白的哆啦 A 梦，嗯，不行，不可爱。但不排除有时候。有的画风可以让哆啦 A 梦很可爱，所以我是吃画风的一个人。卡纳赫拉的兔兔可爱，我不喜欢卡纳赫拉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卡纳赫拉。哪种画风？你说可爱的哆啦 A 梦吗？我记得之前有看过早期那种，不是、欸、
新版还是旧版？都不是、欸。记得我之前有觉得，日版的哆啦 A 梦，还有美版的哆啦 A 梦，比较可爱的。史努比就是有好看也有不好看，就还是有可爱的，可能我不喜欢那个黑色线条感，不喜欢黑色线条感。喜欢爬爬熊，不喜欢爬爬熊。雾感，就是有差吧。这个就还好啊。这个就很不可爱。我觉得不喜欢黑边，就连史努比我也不喜欢那种黑边感。
这很可爱。然后这种我就没有兴趣，这种就没有兴趣。毛毛的，这种就比较可爱，这个就很可爱啊，什么？我觉得是配色的问题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也蛮可爱的。就是偏执型，物化也不是物化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就还好，这就还好。这种就不可爱，很多那种周边我都觉得没有很可爱，很不可爱，对，就是很靠运气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哪个，我觉得他比较可爱。嗯，画风是真的有差，还是有差。通常日本的都蛮可爱，通常，通常，上次看到那个卡比也很可爱，但就是真的是这种，很可爱，这只很可爱，但就是有时候不怎么可爱。没黑边的，我觉得要黑边就要整个黑白，就会比较可爱。就是有颜色，然后黑边，我就会觉得没有很可爱。
就是这种，他把黑边换成另外一种颜色，就很可爱。角色扮演，我认真吗？我吃了水饺，黑边改成蓝色，史努比是改成粉。太多的嘛，对。都没编，很难想象。就是他把边都弄糊了，把边都弄得没有这么黑。贴图吗？贴图。觉得贴图不好，你就用这个。除了水饺，什么最好吃？不太会吃到其他的，其他都是从外面买回来，就是比较常吃的就是水饺。好像我一直闻到别人在炒菜的味道。就我今天眼睫毛很好看，我今天刷得很好，谢谢纹身戳戳你。今天没有煎鱼吗？今天感觉是炒菜的味道。最近喜欢从日本买回来的 Kingdom，我随便买的，随便买的一只眼睫毛，好像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就只有刷这一只，然后就长这样子。就是很省时间的，好省时间，一只这样夹完，然后刷这个，然后烫就长这样。很方便，我都没有用夹子夹，我觉得用夹子夹好花时间。
还不一定夹得好。我最近很常只用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以前的那个手续很长。以前好像是这个吧，哎，在哪里？找不到了。这用什么？你说我以前都用这样吗？但我后来就不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发现好像不用也。也可以刷得到，嗯，没有了，我找不到，就这个 ，interesting， 一件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加完眼睫毛，刷这个 ，itchy， 然后再烫，烫完眼睫毛，再刷这个，然后再烫，就是那个时间很长。现在的话就是这个，直接烫，就差不多长的，差不多就长的。你做这个吗？这个在日本买的。你说这个很像吗？推荐的牌子不是、欸，我记得好像就是药妆店还是什么美妆店那种，它上面就写说什么什么什么第一名之类的，就是它就贴说什么。塔巴坎会一束一束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很懒得在那边，我只要在那边一个一个擦就会很久，所以我就想说随便买，不好用就算了这样子。看一下品牌，它好像不是一个品牌，它好像就是这样，眼睫毛这样子，那个粗的跟细的，但我觉得就是看这样子，这样梳，我觉得是很会刷，就是要很专注，因为去没有耐心刷的话，就是会刷不好，应该是不管拿什么眼睫毛膏，应该都刷不好。所以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很认真刷，很小心，一边歪了就是救不回来。所以有时候好像也不是眼睫毛的问，眼睫毛膏的问题，是自己的手的问题。有时候都觉得眼睫毛很不听话，但有时候都觉得好像就是很小心的。刷往想去的地方刷就会这样很漂亮分开，就不需要这样夹或是梳开，就它就长那样。有时候可能刷在一坨，就是卡在一坨，就还要梳开。守财是不听话的吗？对，守财是不听话的那位。力道跟角度不一样，因为它不是有两面嘛。其实我基本上就是看感觉，就是先用这个粗的，这个粗的，先这样刷，刷，嗯，然后它就会先刷在最里面，然后上面就用贴的。把它变直的，然后这样贴着，
贴着床，然后有点打结的时候，再用这个尖尖比较细的那一面稍微梳开一下。就可以不用用夹子夹，然后再烫一下就会很顺，很顺。嗯，手残就完了，对，而且有时候还会沾到眼皮，就只能自己一直试。要耐心，毕竟我是一只就靠它，就靠它这一只，所以就是要想办法用这一只把它弄到最好，再烫眼睫毛。粘到眼皮怎么样？整个擦掉它，粘到眼皮就是拿棉花棒或者是什么，然后这样把眼皮擦掉啊。可能有时候一点点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上完睫毛膏才还是能烫，可以。应该说我会先上睫毛膏再烫，因为会比较好定型。空气卷，还行。睫毛会花全部化妆时间多少？这个还好哎。现在的话应该一个小时以内啊。你说你只有眼睫毛吗？只有眼睫毛应该10分钟。睫毛膏摸起来什么感觉？睫毛膏摸起来什么感觉？应该没有什么感觉，会有一点黏黏吧，干掉就会有点黏黏。粉粉，应该是你说干了吗？干了就没有什么感觉，臭臭黏黏臭臭，对，所以沾到会有点难擦掉，沾到会很难擦掉。你可以自行想象，自行想象。反正会完全不知道每种化妆品的感觉，是因为台湾没有流行嘛。我看日本的男生都很会，比女生还厉害，比女生还会打扮。他看起来也像美化这样子啊，也是有那种看起来化很浓这样子。但有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像美化，但它有化。男生要戴睫毛，男生好像不太用到睫毛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翘起来，裸妆感，裸妆感。对啊，我刚刚滑 IG 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只有20岁的一个男生，然后他化妆的影片。不知道为什么猫头猪老师又按赞，然后我就刚好他就跳在那个好像是 Reels 吧，就跳出来，然后就这样看他画，就好像就是他画了很多东西，但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差这样子。就他画了很多很像的东西，比如说不知道什么打底啊，还是防晒，还是粉底，还是遮瑕，就是他上了好多东西，但是他看起来又好像没有画什么，就只是皮肤很好这样子。金胡子，对啊，因为日本人也会有胡子，就是他们会用遮瑕膏把这个
绿绿的盖掉，就看起来比较干净。是童子吗？不是、欸，看起来就是帅哥啊。20岁，好小，我到现在都很惊讶、欸，就是比我小的人。胡子是绿绿的吗？就是蓝蓝绿绿的吧，就是他刮完的没有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男生这边就是会有蓝蓝绿，就是已经到会说20岁好小的年纪了。没有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看起来很会化妆的男生，然后比我小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想象。我也不懂为什么男生刮完胡子这边会有那个颜色，但好像会。在场有很多比我小，你们又不会化妆。我是说那种看起来很，怎么说，很成熟，就是化完妆看起来很成熟，但然后比我小的时候，我就会很问号。我就是很问号，为什么？日本男生看起来都就是年纪很大，但是很小，太早熟，就跟现在的国中生都化妆都很浓是一样的意思。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人很小。大家如果很有兴趣，就去搜寻什么 men's casual 之类的。很多人年纪轻就发很多，我觉得是就是很多人都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很多人就会学。然后就一个比一个还强，这样，一个比一个人还强。刮完只会偶尔有红色，很弱哎、欸。所以老师是想学习他的化妆术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我试图想要找回那则贴文，但我找不到。我只记得他的账号写他20岁，我点进去看完就结束，甚至不记得。化妆前后不一样，对啊，就是有化妆很不一样。那个一直晃，而且他又不像那个推特，就是推特追踪的人有按赞就会一直停留在你的主页面，但是 IG 他推荐的东西就很迷啊，有时候又没有人按赞，那有时候就会好像有推到。放了开，追踪的人喜欢按奇怪的赞就很头痛，对啊，很头痛，有时候就很头痛，就是会瞬间
推特会被埋没在别人的按赞的文章里面。按赞也找不到，超麻烦。到这些话题中，我觉得会话题中就蛮厉害的。谢意的大声说爱你，我觉得还是有差。去角质，会平常会去角质，擦个。保养跟防晒就那个皮肤就差很多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很久没有洗，没有去角质，那个毛孔就会有那个黑黑的，就看起来很不愉悦，很不愉悦。就是洗完脸然后看到那个自己皮肤。很白的时候就会心情很好，这样子，单纯只是自己看起来很舒服。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体验过了，就会觉得皮肤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但没有平常没有这个习惯的人，就会觉得没差。我以前也觉得没差，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没差，但真的是就是。看见那个成效的时候心情会很好，就是平常这样摸可能会觉得这边有颗粒什么的，摸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有时候洗完脸就会觉得很舒服，擦完乳液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可是肤质烂到有坑洞什么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很严重的皮，我的肤质本来就没有很严重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那些肤质严重的人去改善，但是很多人都会去用很多方法让它改善，这时候我就觉得很厉害，就他也不是说去打雷射或者什么，他是真的是靠保养品，我就觉得很强。保养品跟那个清洁，然后把它弄起来，我就觉得很强。因为我没什么坑洞啊，我也没什么痘疤，但有的人就是可能国中就长很多痘痘啊，痘疤就是很严重这样，然后可能皮肤会红红的。然后就是看人家有那种可能一个月他就一直擦什么哪个保养品，然后那个就好很多，这样子就觉得很神奇，很神奇。因为我没什么痘痘，没有办法体会，但也不排除就是假如说我真的是那种肤质，我会觉得很麻烦，就是我会觉得哈算了吧。所以我觉得会愿意去让它变好的人就是很勤劳。去看医生是要，对啊，所以会认真去看皮肤科的人我觉得很佩服，因为我很懒，所以还好我没有就是这么严重。涂一个月要3000，这么贵。就是，但是那不涂会又长出来吗？
就是感觉有时候要改善它，改善它，还是它就是一辈子，你一辈子就是这种肤质，你不擦就是会再长出来，或是其实它调试好它就不太会。因为有时候好像是太油，太油就会怎么样，所以那个洗面乳就很吃。因为洗面乳很多款呢、啊，那种去角质、保湿的，去防止痘痘，或是有很多还有好多功效，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有时候还是要认真挑一下。因为我就是没什么在挑，我就是挑那个美白，挑那个洗了会比较白，或者是保湿，我应该是挑保湿或那种美白。去角质想说就算了，反正有那种专门去角质，洗面乳应该就不需要去角质，所以洗面乳我不太会选要去角质的。还有那种医用的、啊、医药用的那种，每一款都用过没啥用，是不是用错了？可能有时候什么东西不能用就是不能用。在工商嘛，我在工商吗？那我应该要拿产品出来。不能晒太阳，还是会晒到啊，就是擦防晒。虽然我也没啥在擦防晒，但我最近都会擦防晒，在那个上底妆。我以前的底妆只有一个选择，叫做化妆水跟粉底液，就这样两个。我现在就是那个工程有点多，现在是化妆水、乳液、防晒、打底、粉底液，这样就五个了。我以前就是化妆水、粉底两样。有变白的实感吗？可能有，因为我毕竟我不喝水，所以本来就会没有这么白。因为别人大家都说，就是想要美白的话，就是平常就要喝很多水代谢。因为我不喜欢喝水，所以我的那个就没有人家的白的快。嗯，那来念排名了，各位，推去痘疤的痘疤哦，痘疤都是会突然自己不见了。但我有时候比如说它真的太大颗，会擦那个痘痘药，但我没有在思考，就是我就随便买了一个小护士的痘啊，它是抗痘，所以去痘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变白。嗯，我其实没有很白，我其实没有很白，但我知道好像维他命 C 什么的很重要，只是 吃太多晒太阳会反黑，所以请不要吃太多。嗯，喝水，对啊，喝水好像就是会可能1000cc 还这样，就是代谢掉。然后我觉得是那个晚上洗脸或敷面膜的时候是最白的时候，就是去完角质敷面膜然后拿下来的那个瞬间就是最白的时候。嗯，今天的第十名第九名是丁卯花生跟金柚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早上就会变回来是吗？是不会，是会，就是没有那么这么
强烈，但是还是会皮肤比较好。洗完后应该最白吗？嗯，没有哎、欸，就是洗完脸后的那个瞬间是最白的。但因为我早上不太洗脸，我顶多就用那个水冲一下，然后不然就是用化妆水直接擦，不太早上不再用洗面，除非真的很油，我才会早上用洗面。第八名是 E， 谢谢 E， 谢谢。拿下来瞬间最觉得很，还有那种敷，那种膜，很像泥的那种膜的那种，洗下来的时候也是很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种洗下来很。现在开始每天没有每天，就是觉得需要的时候，就是明天好像值得今晚敷一下这样的感觉。第七名是，第六名是纹身跟法兰森，谢谢纹身跟法兰森，谢谢。已经有去角质吗？就是想到，比如说想到今天好像很久没有去，就去一下，顺便的，洗澡的时候顺便的。表演的时候，表演的前几天可能会。第五名是柯基宇，谢谢柯基宇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小林，谢谢小林。第二名是坤坤，谢谢坤坤。第一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谢谢各位，辛苦了，那就是这样吧。辛苦了，大家一起开始往漂亮的路线发展。大家什么时候要开始往漂亮的路线发展？礼拜三就可以，礼拜三继续啊，礼拜三大家继续检视一下大家开始保养。你们也要一起，就是我们要有共同的话题啊，就是说最近大家用的什么保养，我们要有共同的话题，大家先用看看。他因为有些化妆品还是好奇，大家先去帮我试看看那个化妆水或是如意，大家先去试看看好不好用。是这样吗，大家？问，然后我们试，你们先试用，然后我再考虑。可以吧啦。拜拜。